多謝主席。主席，剛才呢就有議員說現在就好像是有個夥計，他就騙了個職位回來，與其炒了他，不如呢就讓他試用一段時間，看看呢他的表現如何。我就勸這位同事呢不要這樣做了。你試下想想，如果有個人他拿張假的大學證書，說自己是某某大學畢業，哦，原來不是的，那你請了他，你能不能夠信得過他去為你做的每一件事呢？你會不會擔心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呢？亦都我們時常都有說的，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咁如果係有一個咁樣嘅夥計，佢呃咗個位返嚟，你都竟然可以係俾個試用期佢嘅呢？我都好替你擔心。咁另外亦都有議員講，哇，而家啲民調呢，主席，就係一半一半嘅。雖然所有人都認為梁振英係講大話㗎啦，不過有一半人呢就話佢講大話啫，但都要俾佢做下特首，甚至話將功補過啦咁樣。但另外一半呢就話唔係㗎，我哋唔會咁委屈嘅，我哋呢唔會接受一個大話精嘅特首嘅，因為咁呢可能令到我哋香港人提到我哋嘅特首，我哋都抬不起頭嚟。咁邊個啱邊個錯呢？我姑且不在这里评论。不过主席，前那半人呢，即是说这个大话精，我就确定他是的了。不过呢，我要给一个机会他去做一下嘢啦，为民生出一下力啦，或者他可以将功补过呢。其实这一种的思维呢，是出于一种呢认命，即是觉得唉，我们都好難，好似上一次上個禮拜都有同事講，我哋好難搵到個人代替梁振英㗎啦。當然係荒謬啦。主席，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呢，早兩日呢就無線電視呢就去頒獎呀。咁有一套劇集呢就榮膺呢個去年度最受歡迎嘅電視劇集，就叫做《天與地》。咁天與地呢就每次播出嘅時候呢，都到片尾呢就有一首歌叫年少無知。咁呢首歌呢有幾句歌詞呢，我就想同呢一啲而家有一半嘅香港人係分享一下。呢啲歌詞就係咁講嘅，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潇洒，如果活着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主席，当我们认定梁振英是大话精，但是又碍于好像好麻煩喎，找到邊個嚟取代佢呢？我想提一提我哋身邊兩個有一個呢啲朋友，命運係可以選擇嘅，自助者必有天助。我哋要做我哋應該做嘅嘢，我哋唔可以同我哋嘅子孫講係梁振英各位呢就是騙回來的，不過呢我都讓他繼續做，仍然代代平安。那第日當個仔孫問我們，主席，喂，為什麼這個特首可以講大話而騙到份工回來做，而你又還要讓他繼續做，明明懷疑他了繼續用他，那第日我都不用去講真話啦，阿爸或者阿爺，是不是？
這句歌詞是有說，在十字的街口，當你明白命運是可以選擇，你踏出的每一步都會更瀟灑的。是啊，的確是。誰知道當梁振英辭了職落台之後會是一番什麼光景呢？我們應該做的就是我們認為應該做的事。另外那兩句歌詞呢，就是說如果活著能坦白舊日所相信價值，不必接受時代的糟蹋。主席，即是現在我們是否委屈到說，是啊，我們這個時代是說謊的年代，所以昔日我們曾經相信誠信是重要的，這些價值我們可以將它拋諸腦後，拋到九霄雲外，將它徹底忘記呢？這個還不是糟蹋了我們一直相信的價值嗎？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委屈呢？主席，我很希望，聽說無線這個劇集呢，它之所以榮膺這個最受歡迎劇集呢，是網上一人一票投出來的。那我希望呢，從這個角度去跟我們身邊的朋友分享一下，令到另外這一半認為自己是要委屈，自己一直相信的價值是要接受時代的糟蹋的朋友，或者覺得自己的命運是不在自己手中來選擇的朋友，希望他重新考慮1月1日出來3點鐘在維園，用你的腳來表達命運是在我手，我可以選擇踏出每一步都更加瀟灑。主席，其實本會已經給了很多次機會梁振英了，但是直至今天呢，他都給不到一個香港人滿意的解釋和道歉。我不想是容易地被一些我們議會的議員是偷換概念。他是道歉過，主席，他在身邊距離你不夠十尺的地方是說了很多次道歉，但主席聽得一定比我更加清楚。梁振英來道歉，道歉什麼？他是道歉呢，就說他是有些疏忽，他不是道歉，他是刻意隱瞞他那個332尺的地下的僭建物。他不是說，唉，各位市民，我是說過大話了，不過唉，我現在向大家認錯了，我是不應該說這個大話的。他只是說他疏忽而已，他為他的疏忽道歉。主席，所以直至到目前為止呢，其實梁振英是沒有為過他說大話而道歉的。我們見到的就是權力的傲慢，再見到的都是權力的傲慢，同埋仲有嘅，我相信就是一副呢，是啊，我是講大話，不過仲有一半香港人是攬我，你奈我咩何啊？呢一個咁樣嘅特首，我哋仲能夠容忍佢咩？點解可以俾佢咁囂張呢？主席，在梁振英的角度呢，只有市民聽錯，傳媒解錯，議員怪錯，但他就自己沒什麼怎樣錯的。我真的覺得呢，梁振英呢已經是說謊成癖，講大話講到呢是走火入魔的了。所以我真的很希望香港人呢不要認命，記住命運是在我們選擇的，亦都不要讓我們相信的價值呢
是受到梁振英時代的糟蹋。主席，公民黨是支持李卓人議員今天提出的根據《權力及特權法》的委員會的調查的，因為在梁振英這個僭建一事上面的確有很多懸而未答的問題，那亦都很明顯，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我們去用這個《權力特權法》的調查委員會特別針對的當然是屋宇署和後任特首辦在整件事之中的角色。我只是提一提一兩點，因為時間有限未必講得完，而其他議員好像李卓人議員呢，在他支持自己的建議的動議的時候呢，也都列舉了12項、應該查的東西，那我都完全數採納的。梁振英早在去年11月就已經知道他屋裏面是有個僭建的空間的了，那他的動作是什麼呢？就是去找個磚牆封了個洞，你看不到個僭建的洞就等於沒有洞，等於沒有僭建，這個是他的邏輯。咁佢而家仲話，即係透過陳茂波局長講咧，就話嗰棟磚牆咧係唔使入紙去屋宇署申請開工紙嘅。咁呢個就梗係極之荒謬啦，主席。嗰棟牆嘅另外一邊本來就唔係一個332尺嘅空間嚟噶嘛，本來即係 now 電視咧就做咗個專題啦，主席可能都有睇過啦。佢揾到張圖則紙咧。讲个图则纸咧，就讲一埲墙咧，原来就唔系简单嘅一埲砖墙嚟嘅喎，系一个叫做 RC wall， 咁 RC 咧就代表 reinforced concrete 咁解，即系话系经强化嘅石屎墙嚟嘅。而呢埲墙嘅外边系咩咧？根据个图则咧，就系一个叫做 unexcavated land， 即系话未经挖掘嘅泥石的一個土地。咁而家呢個磚牆另外一邊係個窿嚟噶嘛？咁點可以話你呢個窿用埲磚牆遮咗，埲磚牆係唔需要申請，咁佢就冇事咧？係咪好荒謬呢個邏輯？嗱，主席，仲有佢封呢個窿係咩目的咧？個動機就好簡單啦，佢明知呢個係僭建，佢先封咗個窿啦。如果佢覺得呢個係冇問題嘅，封咗個窿做咩啫？封咗個窿就係掩耳盜鈴，冇眼睇就冇眼屎為乾淨。跟住就要嚟做咩？隱瞞咗呢個僭建之後咧，就嚟去指控佢嘅對手唐英年啊嘛，就話僭建咧唔係僭建咁簡單嘅，僭建咧你呃咗市民咧就係誠信問題啊嘛。喂，既然你都講得出呢一番説話，應用喺唐英年身上。點解應用喺佢自己身上唔啱啊？一樣仲貼切呢？而且呢個仲唔係簡單嘅誠信問題添啊，主席，而係佢有心隱瞞咗嗰個窿，隱瞞僭建之後，用同一樣東西嚟到去指控唐英年，咁係咪罪加一等呢？嗱，主席，屋宇署咧就話去查過嘅，即係即係26號好似啊，咁咧就跟住咧就有報紙就賣啦，咁咧就呢個屋宇署人員咧就去梁宅就去視察，但係其實6月25號咧嗰晚咧屋宇署已經有人去睇過，咁亦都出咗一個新聞稿咧，後任特首辦咧就話兩度否認梁振英屋企咧係有僭建工人房，並且直指咧呢個空間係不存在。26號咧，屋宇署人員去完之後咧，就當天屋宇署人員就檢查後就未有即時公佈，而且咧視察人員仲向上司匯報之後咧，上司係指無需跟進嘅。咁呢啲咁嘅人員，我哋如果成立咗呢個權力特權法嘅小組咧，唔可以傳召佢哋嚟講清楚咯。究竟當時係點樣做咧？咁嗱，主席。最後呢，我都係好想同香港人講，千祈唔好認命，命運係在我哋嘅手嘅，亦都唔好俾梁振英嘅時代糟蹋咗我哋。
對於誠信要求這種價值。謹此陳辭。